江师傅兵力先锋，华北大赛区第一名，全国大大赛亚军，让他们早已经在全国高校里面都有所名气，所以我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，他们就是来自清华美院的果冻乐队。大家稍等啊，我们已经从美院毕业了。我还记得我们大一的时候，那是99年，然后清华跟美院合并大会，在武明伟楼，我们表演了一个加州旅店，然后那时候还都是这么大音箱，一人拎一个各的。现在清华都有 Marshall 拍牛叉，希望这么半天我能给你们在这儿精神一下。第一首歌带给大家《野果》。
第二首歌给大家带来一首轻松一点的，主动的隔壁有个小傻叉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